定欣、马国明、萧正楠等啊，呢日咧出发到横店咧，为 TVB 剧集《宫心计二》拍摄外景。出名大汉嘅马明咧，喺夏天拍摄古装外景，应该都几辛苦下话。其实我系带咗好多消暑降温嘅嘢嘅，即系啲喷咗而家个身话会凉，咩冷冻贴啊嗰啲啦，啲退热贴啊，或者有啲而家有啲毛巾咧湿咗水会凉嘅。咁我帶咗好多嗰啲咯。係啊係啊，其實我都幫佢帶咗好多，因為佢係一個好熱嘅人嚟嘅。你幫我帶咩啊？人仔好多啊，人仔即係啲降温嗰啲啦，即係噴咧噴完個背脊會涼啊嗰啲啊。我見到你係降温啦，你咁可愛。啊，仲有阿生命慈都上嚟啦，你都降温嘅都可以。佢有排未上嚟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可能遲很多都不知道，因為其實他們上面都溫單都未到。是是是是是，但我都要再澄清，用廣東話澄清一次，我是去拍戲的，不是去追女仔的，所以大家不用將個 focus 放在心裡。另外提到中間爆恨而陀的是男仔，好姊妹胡定欣應該一早知道。我當然知道，不過是不會說这个我觉得等他自己适当的时候跟大家公布啦。其实已经是很开心咯，知道他有 BB， 他现在又刚刚又去完旅行啊，跟着他即是期待啦，期待住 BB 出世的一日啦。哎呀，佳欣会不会因而受罪的？我想不会的，是啊，即是真的啦。我不知道，是啊，不要再問我了。